主罗曼·罗南的克里斯多夫，这本总编都读不了。那倒是。哎，还有，我老婆的饭菜做的也好，红烧肉你吃过呢？别不承认，是是好吃。现在哪还有知识女性整天给男人做饭？南杰，对我老婆的好处可多了去了啊！你小子要是娶了她，偷个乐吧。对呀、啊，你老婆那么好，你自己干嘛不要呢？我们俩不合适，所以我们俩离了。哎，张杰，这再优秀的人，他也得合适才行啊。张杰，我认识你多年，咱们俩是哥们儿，你优秀。再说了，于小红毕竟和我夫妻一场啊，我也得对她负责吧。对对对，那是。想想啊。哎呦，你没耍着我玩吧？我耍你干嘛？那我真行动啊！哥们儿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走了。嗯，来来来，哎，我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到门口了啊！等一会儿啊。你等我啊！哎，不不不，回来！钱包。哎，小红，你去干嘛去？马勇啊，我觉得你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幼稚了，我今天就不进去了啊。我猜到了吧？你要是怕人瞧不上你，走人，走人。走就走。我就对人家说，这女人老了，枯萎憔悴了，别人看不上眼了。谁老？谁枯萎了？谁不敢见人啊？人呢？在里面呢。张琪。嗯，不是，不是，那是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小红，郑杰，你们俩也都认识啊，我呢也就不多做介绍了啊，都是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。我希望你们俩啊好好相处啊，互帮互助，互敬互爱，增进了解，培养感情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最后这句话呀？我说这话恶心吗？是挺恶心的。真是，但是啊，我听着耳熟。谁说过？你好好想想。你爸说过，那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那老爷子经常这么说。你爸还说呢？你爸才说过呢。于小红啊，张杰，哎。我没给人介绍过对象啊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。没事，让你们笑话。没事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不是你再激动你也太自己嘛。不过马勇，你刚才说那话的确是恶心了点，很恶心。我就说呀，马勇这人可不能正经。一正经起来就特别喜剧，是吧，马勇？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小红，我也不在这慎的啊，你们好好谈啊，好好谈。哎，我去买单啊！不是，哎，再怎么，这也得我买单吧？哎，是的，兄弟俩说好了。张琪，过来坐下。
于小红给他做了7年的饭，他请我吃一顿小肥羊，不应该吗？应该。对对对对，应该应该。来，张琪，喝酒。我去买单了啊，小红，我去买单了。来，张琪。那什么，你干了？不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那什么，要不吃菜吧？我不吃鱼。哦，那要不要不？我也不吃虾，我对海鲜都过敏。好，海鲜。那要不，要不喝可乐吧？可乐肯定不过敏是吧？来。我我自己来。